High time for your closest friend， 你最亲自嘅朋友就系你嘅身体。一本结合短篇小说同埋健康运动嘅书终于面世啦。每一个好有启发性嘅故事，接住就系健康嘅运动，特别针对你身体唔同嘅需要，包括咗颈膊、腰背、头痛、失眠、肠胃等等。运动之后仲有调教心情，让你心思好正面的练习，这样你就会里外一齐健康起来。你一路做一路看的时候，可以不断跟我分享你的得着。大家好，又是我们 coo.com 网上直播了。今天我们很开心啊，邀请到High Time for Your Closest Friend 的作家 Hi Ji Feng 上来接受我的访问。 Hi Ji 你好。 Winnie 你好。 Hi Ji 啊，这本书呢我相信你花了很多心机来写的，是不是？是啊，写了大概两年左右，是将我过去十几二十年教研生教瑜伽的心得写了出来的。最重要就是我很想将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跟你分享。哦，咁好好喎。咁如果我哋係作為一個新嘅讀者咧，我應該要點樣樣去睇呢本書啊？嗱，其實呢本書咧係好似一個短篇小説咁嘅，佢頭尾咧係兩個好長、好有意義嘅故事，然後中間咧係六個篇章，而每個篇章都有一個好得意、好短嘅故事開始，係特別針對每個身體嘅部分。咁然後故事之後咧，即刻加一個 fun time exercise 俾你玩嘅。然後咧有兩至三個真正嘅動作係能夠幫你即時舒緩身體或者入邊某一啲嘅情況。而最後咧就係有兩個心思嘅練習，幫你睇自己同埋建立新嘅思考模式。還有啊，我看到呢入面呢好多插圖，好靚喎。係啊，啲插圖呢都係插畫師胡慧雅畫嘅，佢每一幅插圖真係好有生命力㗎。嗯，咁睇嚟呢本書呢真係對於我哋身心靈其實都好大幫助喎，係咪啊？係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睇完又睇，做完又做，然後享受每一幅插圖每一個故事。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 send 去 hi.gfeng@gmail.com 或者入去我的網站 hi.gfeng.com 跟我傾翻㗎。哇，咁咪好啦，咁就如果我睇咗之後有咩問題，我直接可以同你聯絡。非常之好，呢本書好特別喎。Hi Ji啊，你寫嘅時候咧，或者你寫完之後有咩感受㗎？其實咧，我好想將我入面覺得最有效、最簡單的祝福送給很多的人。嗯，那我相信 Hi Ji 連埋呢本 High Time for Your Closest Friend 對我哋大家都係一個祝福同埋一個好好嘅禮物啦。我就已經買咗啦，睇緊添。你哋點啊？喺我哋節目完結之前，coo.com 一定有好的介紹的。今次呢這本書 High Time for Your Closest Friend， 最 closest 一定是我們的身體啦。除此之外，我們身邊都有很多 closest friend 的嘛。聖誕節就是你了，今次很划算，買一本書送三。有什麼送呢？我們將會送一個很漂亮的做運動的櫃墊 knee pad， 再加上這本書裡面有插圖，是不是很漂亮啊？插圖師胡偉雅小姐她親筆做的 Christmas card， 還有可以免費上去 Hi Ji 一個 Zoom class， 是不是很划算呢？整個 package 都只是380元而已，我們這個 package 推出不會很多份的，所以要買就快手了，你可以聯絡我們，等你啊。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